男人的泪。哎呦，瘸子也能来面试呀、啊哎、你怎么能这样，我来帮你啊。只有男人才能清楚我来帮你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扶你进去。谢谢、啊。肩上的伤，是他对未来的渴望。四处彷徨，为了区区的碎银几两。他总在黑夜卸下伪装。面试开始。各位介绍一下自己吧。我呀，海龟。我青梅。我阿姨。我看三位还是请回吧。凭什么呀，你问都不问我们就让我们走了。就是你得给我一个说法。说法，你看看你们两位外表穿着光鲜亮丽，却与你们的内心一点都不符。还有你受过高等教育，说话就这点水平吗？门在那里，出去。这就是给你们的说法。什么破公司呀，我们还不想在呢。就是我告诉你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你个死瘸子，我左手六右手七。这样的狼狈就这样自己醉自己体会。老板，您确定不用他们三位了吗？确定，我们公司啊不光看重文品，更注重人品。哎，门口的保安是新来的吗？他刚入职。他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感觉啊他挺特别的。听说呀他以前还是个小老板呢，后来创业失败了，为了给员工发工资，他把家里面的车子和房子都给卖了，外面还欠了不少，这也是生活所迫才来咱们公司做保安。哦，是这样啊，那你帮我把他请进来。好的，老板。老板，他来了。来了，请坐。老板，你刚刚没事吧？没事，刚才啊，谢谢你。哦，对了，这不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外面啊都高温100度了，像你们女生啊，一定要注意防晒。来，这是我专门为你们采购的宾士护眼角防晒面罩，你尝尝。男女都可以戴，耳后这里还可以调节。戴一整天都不会闷，鼻子这里还有一个透气孔，一戴上瞬间就凉凉，特别舒服。而且今年新升级的凉感面料，它是可以护眼角的防晒面罩，你一定要准备好，千万不要等到皮肤晒黑了、晒出斑了、晒老了才知道防晒的重要性。老板，这个戴上去舒适透气，还不闷热，颜值还这么高，这是不是很贵啊？不贵的，点击下方拍一支送一支，只要9.9。这么好的宾士面罩，这么实惠。这还不够呢，现在点击下方购买，您拍一个宾士面罩，我再送您一个宾袖，外加一个防晒帽，一共3件套，只要19.9，还给你们包邮到家。这些你就拿去用吧。谢谢老板。还有啊，以后销售部的经理就由你来担任了。不是，我之前就失败了呀。人生的路啊很长，一次的失败不算什么，你次次的失败都是你的经验，也是你通往成功之路的积累。我相信像你这样善良细心又负责任的人一定可以东山再起。来，加油。谢谢老板给我这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把销量赚上去的。